第二個問題。咁啊，另外咧就有位網友咧就買咗隻玉鴨俾佢娘親啦。咁啊，佢媽媽跟住真係少發咗脾氣喎。多謝曬。佢成日驚打爛隻鴨啊嘛，所以做嘢咪小心啲咯，就冇咁緊張咯，又唔會話講牛講命咯。我人咪定啲落嚟咯，係呢個係一定有幫助嘅。但我啲鴨咧係真係超值嘅，即係好多人買咗走去市場睇下就知噶啦。同埋我啲石咧係越大越靚嘅。我而家做嗰啲鴨嗰手石咧，好多石都係個種都唔錯，係嗰個種越大越靚。好多地方，嗰日我有個學生帶一隻經過，哇！我聽啲啱靚嘅，就是、我同我哋買。哇！佢帶走咗嗰啲碳氣，哇！屌我，哇！如果佢帶得好通透，好神奇。我係皮幾喎，起碼值，所以佢哋個都開心。特別你買俾老人家係，佢會開心咯。有種孝道喺度咯。你食餐飯食完啦，帶只鴨會帶到自己百年歸老噶嘛？佢得閒咧，手捉下咧，佢係一種運動嚟嘅。啲手指啊，捉下隻鴨，捉下捉。你話俾佢，嗱，你越捉越靚嘅，咪捉咯。佢嘅手指運動咧，佢個頭又清醒啲。呢啲係一個好技巧嘅方法嚟，但佢定睛嘅，佢成咁個肉咧會劈斜，因為佢夜晚咧就唔使驚鬼驚成。特別嗰迷信嘅女人啊，拜神拜鬼嗰啲女人咧，嗰啲婆婆啊，你俾鴨佢咧捉下佢咧，佢就，你同埋啲鴨我哋祝福過嘅喎，我用咒水祝福過噶，加持過希望，即係嗰個緣分啦。人哋嚟到買樣嘢都有我哋嘅心意喺度，咁你買嗰個人咧，你又加上自己又祝福過先送俾屋企人，咁啊一定有個心靈嘅力量喺度。第二個問題。禮拜日咧，阿 Sir 你有個金剛經，即係開示金剛經秘密嘅聚會啦。咁有朋友出席咗，就覺得非常好精彩。定點解唔將啲唔公開咧？法不全六耳啊嘛，非人非事非地不說法。特別喺金剛經嚟咧，就唔係立亂講嘅。中體用證四個大的行門，金剛經是最後先看的體分經，即是個層次啊，五千幾字，實際最有用啊，得嗰幾十個字一開頭嗰句，而家講少少秘密。通常啲人睇經都係睇文字噶嘛，跟住又喺啲文字度轉嚟轉去演繹噶嘛，講一大量嘢啊嘛。咁跟住喺我哋古代最文明嘅《金剛經》咧，就有個慧能和尚聽到人哋念《金剛經》開悟噶嘛，六祖啊，中國最文明啦，係啊，係咪啊？慧能禅師嘛，電影拍過啦，跟住接咗個衣缽啊嘛，呢、這個喺中國咧就好文明嘅一段掌故。咁仲有冇第二個人再聽《金剛經》開悟咧？冇喎，咁即係套嘢唔 work 嘅喎，唔得科學喎。中國死就死在呢度啦，佢攞啲撞彩嘢或者無厘頭嘢咧去宣揚一個文化，但係唔科學嘅。但剛才我講一個醫學咧，燒人種咧，我哋係科學嘅。我如果咁嘅症狀，我哋鋪鋪靚。百發百中，咁先叫科學。你一鋪撞彩，唔科學。千幾年來，得一個慧能聽《金剛經》開悟，佢開完悟都唔係話有功夫喎，仲要病喺埋十幾年喎，仲有冇成就唔撚知啊？係講嘅啫。咁啊，再開咗個禪宗咧，叫口頭禪，鳩噏當秘笈，唔撚使識字嘅，不立文字。中國佛教咁樣死啊嘛，所以我哋叫嗰本叫《六祖壇經》，我叫做《六祖殘經》。睇得完你係殘撚咗啦個人，撚使識字。
佢都縮撚咗乜中國和尚，唔撚使識剪，唔撚使睇書，你識嗰個科學咩？識政治咩？識軍事咩？識物理學咩？識生物學咩？咁你開唔撚咗啲咩出嚟啊？你個黑啲詞都冇料，咁咪斷撚股啊！嗰啲世間法你要通透噶嘛，你冇嗰個常識，靠把口噏啊！哦，搞民主啊，搞撚完民主咁點咧統治個社會先？鳩噏啊！香港獨立啦，咁屌你！香港獨立之後點樣生存先？一生你東江水，你都瞓撚咗覺啦！呢係唔肯負責任嘅人，對自己嘅生命唔肯負責任嘅人，就是、中國文化後屘搞撚死嘅。一個咁撚好嘅佛學嚟到中國，咪變撚咗咁咯。馬克思可以用噶，你睇完呢本《新馬克思主義》咧，你做到咧富貴嘅國家，點解仲共產黨做唔撚到嘛？點解做唔撚到？佢冇誠信啊嘛！你共產黨你都冇撚到誠信，你乜嘢做唔撚到？好嘅方法俾你都死嘅，咁你做好事咪做撚到？屌咩反感咯啲人，你咪真誠啊嘛！你要走去扶貧幫人手，屌你有冇大羅大鼓話人係窮鬼？屌你有冇使得你扶啊？報名都唔撚去啊！香港好撚多人唔撚攞中五嘛，佢哋填張衰仔紙啊，係唔撚養父母噶嘛？我覺得啱唔撚啱啊？好撚老撚土噶嘛個世界，佢哋嗰啲信耶穌教啲撚樣啊，忘記咗耶穌嗰啲聖經。施比受有福的過程呢是不可以被人知道你施捨給他的，幫人給他知道才叫施比受有福。他老母大羅大鼓，共產黨是最撚衰的，馬克思被他玩撚死了，他那套不是馬克思的東西的，打個招牌而已，他那套東西不是毛澤東理論來的。毛澤東這樣的幹部幾撚青年嘛？毛澤東都幹部嚇，翟先生你少啲用毛澤東招牌，咪一齊亂公用。你冇撚資格用，你抄下你屋企有影攞錢身家，啲家爺仔乸攬翻條本美國護照，屌你老母啲兄弟姊妹，即係講毛澤東幾時到你講，我講就得。習近平你冇資格講毛澤東，毛澤東思想國某人可以講。你那本夠我耐啊，阿翟先生，我一本1956年出的大佬，嗱擺撚到而家啊，可以炒啊，所以習近平冇撚資格講毛澤東，我要挑撚戰你，你邊忽似毛澤東啊？有咩計謀啊？毛澤東會搞到今時今日俾咁撚多個國家嚟圍攻嘅咩？你丟柒毛澤東架啦！一拍板就打隻蘇聯添啊！屌你老母，一拍板就起兵啦！不如同你拗咁撚多去南北朝鮮戰爭，邊度講咁撚多嘢喺度？屌你老母，跳條島，阿芝阿左俾家姐喺度耀武揚威啫！收工啦，習近平你，屌你老母，唔到你講嘅毛澤東，我哋講就得，真噶！我50年代讀毛澤東思想嘅，喺共產黨學校，嚇！根正苗紅喎，所以成功咗。係啊，再加埋佛學，佛學咧就係正式社會主義嘅。係啊，呢個好明顯。嚇，皇帝都唔肯做嘅，釋迦牟尼。皇帝都唔肯做啊，走去出去化緣黑石，翻嚟全部平均分配。最早嘅共產主義就係我哋佛祖噶啦。我50年代讀共產黨學校。拿一本毛澤東語錄留喺到而家，有乜你習近平你同我講毛澤東思想，你嘥撚氣，教老豆屌閪，嚇、啊！佢有咩資格講啊？你做到咩？你叫啲幹部屌你咩？學毛澤東、鄧小平佢哋兩袖清風俾我睇下，一樣你做唔撚到，你講乜撚嘢啫？嚇、啊！冇撚呃啲人民啦、啊，阿習先生。老老實實用鄧小平同志嗰啲作風啊啱啦，實事求是。毛澤東唔撚到你用噶，習近平
唔係你用噶，你冇嗰種魄力用到啊！唔係講少啊，毛澤東唔係講少噶，啊幾多多幾多好學問啊，毛澤東，哈、啊！啲書法都唔錯噶，毛澤東手字靚，嚇、啊、手字唔錯噶。唔知邊個吳家產去影咗兩張相出嚟啊嘛，影咗習近平學毛澤東咁嘅企嘅姿勢啊嘛，有隻手擺喺後邊啊嘛，兩冇喺啊似驢非驢，似馬非馬，係咪先？習仲勳咧就有啲毛澤東作風啦。習仲勳佢老豆反嚟有毛澤東影子啊，忠誠個黨嘛，習先生佢爸爸。一心青年，真嘅，佢爸爸習仲勳，有一個人民嘅心。嗰、那個六十年代啲人走嚟香港，嗰啲邊防軍係開槍殺嘅嗰啲難民，係習仲勳落命令俾佢哋走啦，俾佢哋走，唔可以追殺。隻眼開始眼閉，等啲人走嚟香港。習近平多啲向你家父學習啦，學毛澤東咧，你繼續要學毛澤東。但毛澤東有好多好嘢嘅，你唔好學毛澤東嗰種胸襟，好撚窄嘅，小撚氣，機手啊嘛，毛澤東，好撚小氣，唔得嘅。咪學咗呢樣咯。第二個問題，問題問曬啦，咁啊，今晚有啲乜嘢花絮咧？我話有啲人問我，好似話開嗰啲班噶。啊，係啊，我記得有人問我，話喺海外讀喎，係啊，海外嗰啲班，海外嘅報呢個時鐘式班同埋肺陀保健班點樣報名？揾阿方太報名就有條件嘅。時鐘式班咧就我哋改低咗少少門檻咧，就有中午。以上畢業的證書就可以報讀，這個函授的效果一樣，就150折學費。原本譬如說原本5000的150折就照除咯，但我們計算數收學費的，越年輕讀呢就最好，年紀大呢你錢得閒吃把無憂米，那呢就不妨來報名學，你不學咧就會走寶，即係你聽到個節目，你唔報讀我哋啲課程咧，你會走寶。因為點解咧？你少咗個機會咧，一賠十嘅生意你做唔到，因為嗰個純粹智慧上嘅生意嚟。即係任何時空咧，你都可以揾到個機會一賠十嘅生意做到。佢一賠十好撚犀利啊！做生意唔知好犀利嚇。屌大佬，一年一賠一啊，都發達啊！而家你10000蚊收幾多錢息啊？擺銀行都收唔到1000蚊息，100蚊都冇啊！啲朋友話冇啊！你話做生意一賠一都幾多發達啊？當然我哋做一賠十嘅生意。這個就是佛門的無盡財，佛學的無盡財。我們的時空式班，你大家問一些學生，很多人無端端多了錢的嘛，你們都聽過不少啦，他真的這麼厲害，我是說遠了有力的。你的視野不同，只要你肯練功，你肯收福氣，總之你一收福氣，他自己來找你的。你又唔好學嗰啲咁嘅古惑仔典當，應酬住先，啊！嗰度幾熱鬧啊！有人真係照我部指示，50多人出席，即係有練我篇、有練《金剛經》嘅人，所以我講幾句俾佢哋開示。《金剛經》係嗰個行門嚟噶嘛，係叫你我哋成日用嘅。只做好事，莫問前程，就是《金剛經》的精華了。做好事不計數，無所住而報施嘛。
係咁簡單咋，唔好咁樣複雜啊！你嘅寫心，你做好事咪做，做完你咩唔計，唔理對象唔成，做完算數。見到黑衣你俾嘅，俾完算數。你唔好真係查下呢個黑衣咪真定假咁，你實撲街。使唔使第時會報答你啊？係嘛？金剛經就係咁啊，但係係俗家人用嘅，但係佢一部分咧係出家人用嘅。嗰日我有講，出家人用邊度，俗家人用邊度。但最重要的金剛經是很實事求是的，佛祖成了佛這麼有江湖地位，但他一開頭那幾十個字就說他出去乞食，乞完食回來洗腳坐下，那裡就是整本金剛經的精華，叫那些人不要亂在那裡搞事，不要亂在那裡騰，不要真的攀緣富又認識那個認識那個，實死照常要去乞食，知唔知啊？佢使乞食咩？大把人供養啦，點解佢都去咧？一佛門口食都係度眾生啊嘛！一下出去行乞，就俾佢遇到有緣嘅人咧，起一個捨心，製造俾人有機會做善事啊嘛！做好事，等於泰國和尚出去乞食，就係俾人哋有提起佢個善意出去，所以叫種福田咁解。所以出家人嗰件衫咧叫福田衣，咁你見過中國和尚有出去化食咩？冇，即係冇撚俾人做好事啦，呢個係犯戒啊，知唔知啊？收香有錢就有，唔得噶，呢個係正式佛嘅違教經，出家人咧要做福田，俾人種福田，幫眾生，同埋窮嘅地方唔可以分貧富貴賤。唔可以話去啲有錢咁做，唔係話而家你嗰啲中國啲廟啊、寶蓮寺之流啊，有錢佬嚟咧，有私家車接你上去食靚齋，啊，小老闆咧揾架 van 仔接你，你老母你乜都唔係，唔該坐巴士啦咁樣樣。納撚殺嚟嗰啲，特別你中國啲寺廟已經全部喺幹部喺度做主持噶嘛，嗰啲和尚寺廟多數都係幹部嚟。收工規矩嘅，因為佢社會嘅穩定，佢乜嘢都要知嘅。因為佢哋用唔到到好嘅管理文化，所以乜嘢都驚，乜嘢都要知道你搞乜嘢。佢哋虛怯啊嘛，個心，因為佢冇一個完善嘅管理制度，佢連啲幹部都信唔過，點會信你外人咧？啊，最緊簡單啦。中國共產黨連幹部都信不過的嘛，左右隔離單位都不想問嘢噶，所以好撚慘噶喺中國做官。點解唔改咧？嚇？點解唔改咧？點改啊？你教佢改啊？你諗到方法改咩？佢又肯改咩？係嘛？佢維持自己的權威嘛，可以。冇人監察啊嘛，即係個個單位個個獨立王國冇王管嘅，知唔知啊？我都講撚過啦，最早我送 fax 機俾中國啲單位，年幾啊先要開撚到啊？因為冇8000蚊俾啊，佢哋又唔可以俾啊，因為國家單位嚟噶嘛，冇線啊！屌你，有8000蚊有線。你打唔打得我？而家你翻去中國，你試下開間酒樓啊！包你冇水冇電啊！有你唔肯識拍門口，啱唔啱先？香港一撚樣噶，以前香港一樣噶，而家都係啦，好少少咯，係咪啊？仲有個咩問題？問題問曬啦，可以花曬。啊，另外有啊，咩嘢？時空識班嘅人咧，就話你係。透過讀你個時空識班咧，你係得到嘅益處咩？少咗啲小人，因為你唔會識啲低檔嘅朋友啊，浪費生命啊嘛。你識得與智者為伍，你個觀察力比人強嘅，所以同一個時間喺個地方咧，你係搶先嘅，睇通咗，知道邊度一執。好啦，木方班咧，你一定幫到屋企人。同埋你多咗嗰保健班咧，一定多咗好多常識。特別喺晚年咧，你好好用嘅，有排追求啊！特別喺個醫術嘅保健啊，
哇！你摸落咧博大精深，一支木方啫，開啲脈輪啊，開成個人體結構咧，你一世人你學之不盡，可以話俾你聽。未講到成個骨架嚇，未講到話點樣整個骨架嗰啲啊，嗰啲更加深。只係保健啫，唉，你自己識醫自己，識得避忌，識得幫屋企人咧，打翻通啲氣脈啊，靠練翻啲功啊，咁咧好過走去。俾嗰啲醫黃綠醫生點你照乜照乜炎乜炎乜，你都唔見脾氣，俾醫過你喎，照嚟照都萬幾嚟啦，最少最排期啊，但係冇醫過你，所以得閒咧可以報名嘅話，方太9839160606電話9839160606方太嘅電話，但佢最近耳仔咧唔係幾靈，咁你咧就最好 WhatsApp 報名 WhatsApp 俾佢。啊！我哋都喺海外咧，都因為有人最近開啲函授嘅保健班，喺美國啊，花花小姐幫佢，而家有人報名，好多人報名。我哋都希望海外嘅，如果有同學喺海外嘅木方班同學咧，移咗民嘅，你可以幫手嗰度招生，你又同我聯絡，點樣招生？我幫你點樣拆帳啲學費，我教你點樣做。正正當當賺錢，唔使客氣嘅嚇。咁我哋都希望將呢啲文化知識咧傳播去，因為啲病咧，啲人個免疫功能唔夠啊。而家睇到唔識保健啊，依賴曬個醫生，醫生咧就依賴咗個電腦喎，醫生啊依賴咗啲儀器喎，咁樣樣死啊嘛個醫生。特別係依賴咗啲有買煙疏嗰啲人嘅重大緊喎，我使乜驚我有保險買咗咁啊睇醫生免費啊咁樣死，變咗佢唔小心飲食唔小心咯，佢有咩事我可以 care 煙疏，佢 care 完咧佢覺得好撚抵喎仲，哇個抵啊！舊年 care 咗十幾萬啊咁喎，咁樣樣嘅思維，你個身體唔緊要，好撚戇居啊！嗰啲人嘅思維錯撚曬㗎。佢當益撚咗現所先，如果我俾撚咗交咗現所費，唔會醫撚翻你筆錢咧，就咁撚唔加產。有啲係咁樣樣諗法啊！啲人而家錯撚曬㗎。好似驚蝕咗。係啊，驚蝕撚咗底㗎。傻。啊。問題冇啦嘛。冇啦。